哦，要求你可以戴口罩，好像鱼哦，等等。遇过最傻眼或气到快发疯的事情有哪些？骗我说他跟那个人很好，那是他的表妹，根本就是另外一个表。大家好，我们是三个麻瓜，我是小兵，小爱。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《地狱巧克力之感情观问答》。那因为今天是七夕嘛，所以我们当然来做巧克力喽。那可不是一般巧克力这么简单，看看桌上这些有12种大家很挑食的食材，我们会把它混进巧克力里面哦。那这次呢，跟地狱小宇宙一样，有一半是正常的巧克力，一半是地狱巧克力。那如果吃到一颗地狱巧克力的人就可以加1分。然后呢，我们会进行一个感情观问答。那这些感情观问答都是小妈姐投稿的哦。那我们就立刻开始喽，三二。巧克力飘飘盒，这是动物新鲜奶油飘飘盒，请问客人想要搭哪一个呢？是打了一个红萝卜汁，我闻闻看。哎，你们那里面有几个是不敢吃的？苦瓜，就一个吗？就一个。青椒，哇，苦瓜、青椒、芹菜、香菜跟红萝卜，你好挑食哦。所以我是这一集的苦主哎。巫婆汤分数最低的要喝，蛮切哎，那这样子的话，茄子哦，那这样到底是你要分数高好还是分数低好？这次的巫婆汤会比上次恐怖啊！我的妈，好 OK， 我不想要赢哎，突然好变金，变金哦，4号哦。是什么口味的？你不是小朋友？5号，太扯了吧！请问是什么口味呢？请描述一下口感。好像是苦瓜，因为它很苦，以为是会被巧克力盖过去那个味道，可是一点都没有感觉。啊，我好怕哦！Yuki 来第一题感情观问答，请问你们相信男女之间有纯友谊吗？啊，我觉得，我觉得别人不会，他们两个会一起去逛街，会看电影，会两个人去吃饭，会两个人出国。对啊，你要这样想哦，会好成这样的好朋友。这样哦，对。有带上恋人未满。哦，别再多讲一点了。没有，换你了，换你了，快点。13，巧克力之神，我平常那么少吃你。哎，你们干嘛？不要这样。是啊。正常的吗？不是哎，那个一看就知道是有鬼的。我觉得有可能是小黄瓜。Yes， 我家还有1分哎，那就要要问答了。请问你们觉得交往的时候可以看对方的手机吗？哦，结果不一样。当然是不行，但是你要看的话，你要问对方。可是我跟你讲，你讲说，有时候就是不经意的就会看到一些东西。像什么？有经历过是不是啊？什么东西？如果你有时候你觉得心里已经怪怪的，那个时候就可以偷看，是不是？那时候我是觉得你应该要看一下。如果你觉得这辈子都是错误哎，还好你那时候还好我有去看。你是谁啊？我觉得就是尊重隐
相信对方的问题了。我对你是百分之百信任的话，我就完全不会想要去看你的手机。那当我不信任你，不想看你手机，那我没办法接受。但是就是有渣渣的人，就是可以让你完全信任，但是他也是渣。我真的。真心的，双方也都会愿意让对方看手机，对对对对，才是真的的毫无保留。我愿意让你看手机，但如果你真的看，我还是会觉得有一点好像没有被信任的感觉。对对对，不会有这个状况。讲下一个，我跟你讲，真的是超级无敌，你认真跟你讲的。12号，是一般的，是一般的，是一般的。下一题是，假如麻瓜工作室以后越来越多员工，会介意办公室恋情吗？3、2、1。第二行办公室恋情一定会还是好一点，因为他们两个一定会互相的牵制啊。我今天要休假，然后另外一个人说我也要休假，我搞完啊，我们影片怎么办？真的爱了就是爱了。意思说你介不介意？对啊，所以我说我会介意啊。好像也是，那我其实也会介意。像他们吵架，整个影响到工作，我不会介意的话会啦。23号，完蛋了，治好了，完了。我先加分。有可能香菜或芹菜哦。请问你们比较能接受精神出轨还是肉体出轨？3、2、1。哈？你们可以接受肉体出轨？比较可以接受肉体出轨。这个是什么？肉体啊，当然是精神啊，当然是精神啊。为什么？对我来说，这个东西就是意味着结束。你是精神出轨，代表说你可能已经不爱我了。可是有些人他们的性跟爱是可以分开，他可能是有需求。我两个都不能接受。对，还是说比较啦，但是比较的话，肉体出轨我会整个觉得天哪，很恶心。对，精神出轨好，可能只是稍微的欣赏对方。对，我觉得可能只是这样，你对方有好感，他们只是一时的晕船，可是你可能一个月后，你才发现你真的爱的是我啊。那我也不会接受了。我快疯了。香菜，可是它跟巧克力加在一起就是不行。香菜巧克力不行是不是？大家不行。好，现在下一个感情观问答。如果另一半一定要跟他的爸妈住一起，但是你不想，你会勉强跟他在一起，还是会分手呢？3、2、1。我的天哪！不愧是家庭观比较强，妈妈农村家庭。我一定还是会先试试看，如果真的不行，会再加沟通。虽然说你很爱另一半，你们也要一起克服，那为什么不是你跟我的爸妈住在一起？你应该也要先为我着想。那很显然你没有，所以我觉得我无法。如果他是真的不得已的状况，可能要照顾他爸妈。这个就没办法。我觉得这种，我觉得我就可以，因为他问题只有说对另一半一定要跟爸妈住在一起，那我就觉得，这个小妈吉年纪应该。来吧，精神，他现在面临崩溃。17，巧克力之神，更强的，11，我现在心脏跳好快，我的天哪，深呼吸哦。压力好大，真假的？
好奇。我们家很不阿狗，那个到底会的。下一题，请问你们觉得情侣之间要 A A 制吗？哦，三、二、一。为什么嘞？因为我妈从小就教导我说，男生就是要大方，要大方一点。那是旧观念啦 ，AA 制你才不会因为感觉亏欠对方。我的意思是说，连那个三块钱都要计较得到那种。我这个是很极端的 AA 啦。来，你们在荧幕前看哦，我们现在压力超大的。什么啊？我先帮你加分啊。他的反应我实在解读不出来，你可以。什么意思？啊？什么？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不知道什么。可是一点点饿，不会到很饿。后来就还好了。洋葱吗？应该是洋葱。下一题，请问在你们交往中遇过最傻眼或气到快发疯的事情有哪些？气到发疯就是骗我说他跟那个人很好，但是他的表妹。根本就是另外一个表。我的话就是，可能是交往到一半的时候说要去跟前任复合，傻眼呢，超傻眼的，傻眼呢。在我要去北海道前一天跟我分手，是然后我在北海道那五天，我每天晚上都在哭，哎，好可怜。然后他们不知道，我是没有跟他们讲。对啊，我不知道，我还想说，哎，我们都去吃到饱，是很好，我想说我没胃口，然后躲在棉被里面哭，哎，好可怜，超可怜的。换你，换你了。20，我宁愿喝巫婆汤。但是看起来是正常。嗯，正常不正常？哎呀，我要崩溃了！我不想玩了。哥哥，可以不玩了？可以不要玩了？哥哥，现在已经有点正常了吧？不是正常的，看起来蛮正常的。帮你丢三鲜，茄子，茄子，哦，那个茄子，哦，所以茄子是很恶的吗？还好，但是都是有一个不太会。下一题，一个是为了你摧毁世界的坏蛋，另外一个是因为拯救世界而抛弃你的超人。3、2、1，超人啊！我就算自己一个人，我也可以做很多事情啊。世界比较大，我屁是钢铁人。对啊，我只是世界一个区的小人而已。我只是因为我拯救全世界，我只是平凡的小老百姓。不用再讲那么多，你忘记了。来，牺牲心一口气哦，帮你加分。哇！好像雨哦，刚刚。下一题，请问你们认为情侣之间适合一起工作吗？3、2、1。又是只有我。哎，我觉得情侣工作真的很尴尬，找不到平衡。对，观念很合的话，那一起工作会很开心。而且就算你们在一般的日常生活中的观念合，有可能在工作也是不合。对，举圈就变成只可以更知道他的为人之类的。嗯，工作上都可以这么合了，那代表你以后生活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。对，就是先摩擦，你先。为什么在工作上合代表生活不会有问题？我是觉得说一起工作风险太高了，但是如果你们真的很合的话，那一生会很幸福。那一定的。对，换你，换你。直接抽了，正常的。18，不知道，很淡的味道。那下一题是，请问你们有办法接受网恋吗？来，3、2、1。你们都不行。你觉得有可能发生在你身上是 OK 的？我觉得应该可以。我觉得一定要见到面呢，因为我都还没见过这个人，我根本不知道他所有的事情，我只是透过他的文字，可是他的文字有可能是假的，你有没有看到对方你不顺眼啊？对啊，有可能你看不到他，他可能指甲很黑的啦。可是我觉得在网络上的感情也是蛮纯粹的啦，应该会有觉得有好感可以继续下去。那见面之后又是另外一回事。如果论只是要喜欢上对方、爱上对方，我觉得纯粹在网络上是有。哦，我以前玩游戏的时候，我们的会长跟副会长就是想结婚。哇，他们就在网络上结婚的时候用的那个曲子还是游戏的歌，哇，超浪漫的。他们现在就是也生了小孩，小 baby。我不想要玩了啦。1号，闭眼睛，闭眼睛，谢谢。我愿意为啊，我愿意。你们一个张嘴是大蒜味，一个张嘴是洋葱味，怎样？看起来是正常的。对啊，他只哈，看起来很正常啊。傻眼。是怎样啊？真的是心理压力太大了。
正常的。哦哟，换你了。我刚才是自己嘴巴里的味道。哇，我自己来吧。我帮你加分。我觉得有点类似洋葱或者是什么哎、欸，葱我们没讲，葱跟洋葱很像啦、啊，那应该是葱。下一题，动漫里的哪个角色最接近你们的理想型呢？新世纪的大树。啊、哦，有木纳，然后对，又很会运动，然后又很专情，他竟然等了3000年哎、欸，将近700年，很厉害的。那就是100%方方宇的理想型。我的理想型是有木。哦呀。第一个他很体贴温柔，然后他是全心全意的爱着我，重点是他也是支持我做一件事情，然后他又是一个很强的角色，因为我觉得要有能力在这个社会上。我的理想型是多拉美。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我突然不知道怎么回耶。多拉美很温柔，你不知道哦。然后也会帮助我，陪在我身边。快点。说他鼻孔，六，你就跟我六十五哎，所以等一下就是要骂你，要骂我哎、欸，六，各位观众，他有点没话讲，好乖哦，感觉反正就是短裤裙子哦。下一题，如果伴侣还留着前任送的礼物，会介意吗？3、2、1 ，Of course。要看，不要想那么多，圈还差，不是，哎，圈还差，圈要看是什么礼物，但是总的来说是介意的，还是青少女的时候应该是蛮介意。你选什么青少女？你也会介意？我会介意啊，我 Of course 会介意的。好神奇 ，OK， 好好。最后的比分是5-4/3，所以方方宇要接受我们的惩罚啦。也就是呢，用刚刚我们所有有12种，对，12种这个已经打成汁的，比上次可怕。是，豆子哦，豆子。这个颜色看起来真的，我闻闻看，蛮。老实说，闻起来就是有点类似蔬菜汤。闻起来还好哎。可是不知道喝起来是什么，还可以。哎，请继续喝完。我请喝完啊。那我们片尾的留言题呢，这次就要来问大家的感情观。当你跟你的闺蜜爱上同一个人的时候，你会选择去追还是放弃呢？欢迎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哦。喜欢我们的话，欢迎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小铃铛哦。叮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！祝大家情人节快乐！情人节我们难受，你们快乐。青椒汁，哎，对啊，没有擦擦手。如果要分手的话，可以做这个巧克力哦。我强烈推荐苦瓜口味跟青椒口味。哎呀，你要不要喝香菜汁？哎呀，你要喝吗？呀，小可爱，要不要喝啊？然后我现在坐在这，我就闻得到你的口气。虽然我口气不好，怎么办啊？我等一下一定会哭出来，自己会非常受难。好，这一次好不好？简单说就是，还有两遍，加油，还有两遍，你先让我内向。